常棒的发展。欢迎大家在九月中过后就会常常去康定街去找我们上八月的伙伴哦。好，来，大家看吧。我们大家掌声来欢迎。行动的一个感动哦，那董事长徐董事长也指示哦，要积极。啊，整个三花院的一个研究服务的这个能量哈、哦，带到南部了。那中南部在整个这个商业服务业的一个发展，当然是在某一部分是非常的有机会。那我想在整个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未来如何运用比较创新的一些手法啊、哦、来。善用我们的这个独特的一个天然、自然跟人文的一个资源啊，来创造新的一个机会啊。那我想，这个县长的一个用心，将来我们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提供这么完善又具有历史啊文化意涵的这样子的一个房舍里头，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希望未来在。双方的一个合作之下，能够为我们整个县政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制定，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啊，来改，就是说，希望能够啊达成县长的一个施政的一个理念哦，那真正为我们屏东县整个县民呢创造更高的一个福祉哦，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三花院哈的一个任务哈。那在这里再次感谢哈，向我们屏东人啊，大家未来能够一起合作啊，创造幸福的屏东啊，谢谢。